爆红蒋志光吴心急出唱片。最近因为在剧集《老表你好戏》入面大开金口唱歌而爆红的蒋志光，人红曝光率都自然高啲啊！访问活动一个接一个，记者问他会不会趁呢排自己咁 hit 出翻唱片呢？点知他话要等 hit 完先。诶，仲未住，因为仲系好热闹，热闹过咗先。你点解要等热闹过咗啊？因为而家呢一啲。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，任何东西当它突然间卷了一个很高的浪的时间，你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。你突然间贸贸然应承一样东西，跟着的时间哦，没事发生，大家走了。那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个舞台那里，哎，发生什么事呢？原来如此，果然是老行专啊，世事都被你看透了。